这两天我闺蜜生日，我送了她一个，非常喜欢，所有女孩一定要种草，还有各位单身 boy 们，你一定不要错过。啥不闪？很贵的，我超喜欢。你猜是谁送的？不能错过，看看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 今天晚上有个 cosplay party， 一起去啊！不去，不就是因为苏慕云吗？不要因为一棵树就放弃整片森林，想开点儿。我想不开，哼，谁昨天在我家里哭得像狗一样？那，就算我上一秒跟小丽群分手了，下一秒也能找到一个金城武，无缝衔接，就不算失恋。金城武在哪儿呢？我的直觉告诉我。 就在今天的 cosplay party 上。哎，走，我们一起去。我想睡觉。这儿。啊，我有想离开的冲动。左边，左边。 回去吧，都不认识。那有什么？玩一会儿就认识了。嗯，好吧。哎，你少喝点吧。没事儿，开心嘛，玩啊。来。 能不能笑一个啊，桃花妖姐姐？我们在开 party， 笑一下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小哥哥，我们这是 cosplay 主题的 party， 您没有换装是不可以进去的。欢迎光临。附近有卖衣服的吗？哦，路口右转有一家动漫周边店，这个时候可能快关门了，要不你赶紧去看一下吧。哎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去趟洗手间啊。嗯，好。嗯。原来你在这里，刚刚到处在找你。 喝一杯，我是陪朋友来的，我不喝酒的。没有女人能拒绝，你这是在欲擒故纵啊！啊，你误会了吧？要不我带你出去喝？来吧，不要拒绝，走吧，走吧，来呀！ 听话，跟我去喝一杯吧。走，不要淘气嘛，走，走。
走，你死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就被乞丐带走了。乞丐？你再好好看清楚，我是谁？畜色，没眼看。你走慢点，我快摔倒了。哎，以后还敢来这种地方吗？你管不着。你太好了，会被抢走的。你怎么了？这个最好看。起这么早，没怎么睡吧？差不多。感人。以后早餐我帮你做。你要是真想表现的话，那以后就把家务都包了。爱劳动的人最可爱。有道理啊。那我可以用机器人做。怎么了？不愿意？没什么，我先去实验室一趟。